话筒呢，说是很好的那种，有一点级别的，没有级别的没有那么好。放在这里了，先试一下看看。哎呦，看它的高档。安姐，这是充电的吗？就，还是有电池的。有充电。我看怎么放电池。可以拉出来的，这个是正负，哦，这样子。喂，有信号啊？喂，我不想嘞。喂，哦，这个还没开。喂，耳机，哦，这个还没开，这个。喂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喂，好，来，喂，好，喂，感觉也是差不多的呢，小凤，啊，好，也是普普通通的呢 ，Hello， 好，喂，啊，你这个好点哦。是吗 ？Hello， 是我的声音出来吧？微，我再试一下我原来这个，看一下我原来这个好还是这个好 ？Hello， 喂，一二三，假的，这里有臭那个油漆味的，喂，还是可能是新涂上去的，声音还是挺好的，对吧？一二，微，Hello， 一二。三，一，二，三，哇，这个声音好很多。放在头上。微，啊，也是不行的。一，二，三。微，好。喂 ，Hello。喂。的曾经相爱过。喂。好，喂，也是消叫的。喂 ，Hello， 一，这个声音都变小。我不想要了。来试试。好。喂，啊。都听麦啊。一，二。这个我500多是前几年买的。